来，有时间堵上了哈，那个妹子等一下儿噻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哥们儿也是2点多钟来了，太感谢了。那儿都有粉丝过来了，都开始那个了，都在手上先把桥那边打起。 感谢感谢，出去吃啊！大家那个点赞的同时哦，年轻人，点个年轻人，感觉味道不错。不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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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大概行啥子？来，哎，这个可以是正儿八经的小费哈，正儿八经的小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两个人都是过来的，但是不是小费，是当做。我们来做。但是那个面，哎，老家老师傅煮了40多年的，今天准备了10斤哈。分量还是比较多的，我们做大的就是一个卫生嘛，还有一个分量哈。还有直播间这个人气大，他那个主要没有过多的是这个东西。这个粉丝朋友嘛，然后他要了2碗，2天半切，转了好的，他都说2次都提走。然后我们就把剩下的肉拿到文达哥那去，因为文达哥马上他不是今天看摊儿嘛，今天在这儿过去帮忙，给他助力。谢谢支持哦，快点儿，差点儿。来嘛，谢谢哈，谢谢支持。 要得嘛哈，这些哈，谢谢支持。后面的准备走文达哥那去了，是我那去。到了，到文达哥那边了。来，把最后的料给我洗，出来料嘛。哎呀。师傅，那条那条拿得完，拿不完。这个嘛。挑不挑食嘛？挑食。哎呀，哇，笑那些装备。 为啥子那么好吃啊？什么都好了哈。你那个还有个小金库。把你的压缩机都给俺了哈。死了死了。你要来啊，美女？ 哎，不接，哎，好乖呀，好乖，乖乖。给他滚水。我少的这一份。哎，要得，佳姐，到时候有机会都过来，有时间都过来。你这个不然你出货了没？看不到了嘛。这个卖的贵是他的。 又跑过来，又跑过来充，太感谢了。2面龙虾花甲螺蛳，好吃不惯，经济实惠。这里是不得垃圾摆的，大路上有余，都在像烽火前进。我说我35岁，45度的话，30个，我还是。现在过来也没事情，谢谢。有可能30。可以不打，那可以拿东西来打。还谢谢你们大家，大家的朋友哈。 龙虾配2面，好味道，一哈就走，姐姐。我2碗，卖完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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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
好，扫把你没拿，刚才要扫一下。借的，我们都是借的。卖完了的，好，卖完了的。只买十个凉面来，请问，打个乘坐到带起没？那我们那儿都准备走回家了，就是有点儿。我在那边，这个明天弄凉的，今天弄凉。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，慢慢忙哦。哎，你把那个车车的链接发给发过来。要得哈。